的大好几。嗯，一直咁，頭先一直都想提你嗰、那個，係比較難寫嘅字，後面我用佢嘅意思比較難解，跟住就落筆寫咗出嚟啦。
北客偏言啊 ，OK， 偏言呢度係指嗰、那個佢有少少有另外一個叫蒼顏嘅蒼顏呢個偏然意思對北客嗰種漂流嘅感覺啊。呢度個北客係佢指自己啊，由洛陽嗰邊啊，嗰陣時我講過啦，汴京失守嚇，佢由洛陽嗰邊逃難去到南方，所以自稱自己係北客。壯心偏感，個壯心啊，嗰種報國嗰種情懷，仍然都係喺度嘅。年華將暮，年啊，年一年兩年嘅年啊，年華將暮咁明啦，就年紀大啦，老啦嚇。念諗翻起醫松救人，醫係指醫缺，松係指松山或者叫松高，兩座都係山嚟嘅。佢哋嗰陣時，佢附近嘅兩座山，通常以前係引用啲人即係歸隱啊咁嘅意思嚇。佢隱居嘅地方，即係諗翻自己隱居嘅時候嚇。巢由故有，巢是指巢父，又是指许由。有人说许由其实另外一个名叫巢父，有人说巢父和许由是两个人来的。这两个人很坚的，古代尧舜那时候一个就说隐居，一个就说不做官，不做到叫许由洗耳嘛，即是人家叫他喂皇上叫你想着让个位给他的，尧想着让个位不是给舜的，你给他先好像。他不想我洗緊耳仔啊，唔得閒，聽唔到咁樣。所以有一個典故就話呢兩條友都是隱士之祖，係啦，就係咁嘅意思啦嚇。咁就係話我諗翻起自己歸隱嘅地方，又諗翻起呢兩個好似個朋友咁樣嘅故人。其實唔係同一期㗎，呢個早好多嘅呢個宋朝㗎嘛，呢個已經係尧舜嗰陣時㗎啦，相傳出嚟嘅人物嚟嘅，傳説中嘅人物。啊、神級的了這個，總之講到忍者都是這兩個的了，巢父和許由。南柯夢 OK 巨這個巨巨如鼠、啊、就好像這樣都是一場過了的意思、啊、即是他這裡的意思就是說講完巨、啊、巨如鼠、那個電視劇的劇節是利刀邊的、他不要個利刀邊加到個餐廳仔而已、這樣的意思、啊咁啊，就成篇到呢度就係講緊，哎呀，我都諗住歸隱㗎啦。不過戰亂咁啊出嚟啦，諗翻起以前嘅情況咁樣樣。你可唔可以用國語讀一次？李克偏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醫松救隱，巢由故有，南柯夢，巨如鼠。係啦 ，OK。